播嘅形式咧，就同各位網友去分析下呢個選情。今個星期日咧係選舉前嘅最後一個星期日，亦都係一個重要嘅日子啊！咁啊，通常喺選舉層面，我哋都話稱為黃金嘅一個星期日。咁好多嘅機構，好多嘅候選團隊啦，咁可能都會揸住呢一日咧，去進行一系列嘅行動，去發酵佢嘅選情。咁啊，可能有啲遊行示威、請願啊，或者做曬活動啊等等。咁啊，去到選舉投票日咧，就剩低呢一個星期噶啦。咁大家過去見到咧，其實都有唔同嘅一個調查，咁啊就展示到嗰個香港嘅選情。咁啊，各個團隊嘅支持度啊，點樣係大家都會見到噶啦。咁但係咧，大家今年睇今年嘅選舉咧，其實同過去嗰幾屆嘅選舉咧，其實我自己由2004年、2008年、2012年開始，已經係參與一啲選舉嘅活動噶啦。咁啊，今屆嘅選舉咧，其實佢係非常之靜嘅。基本上我哋叫做靜，即係靜鷹鷹拍烏鷹。各個團隊基本上咧，喺我嘅睇法，其實係好少出嚟去街邊做行動或者做活動。咁可能好多人都會諗緊咧，點解呢個咁嘅一個嘅原因咧嚇？咁呢種情況之後，會唔會即係令到嗰個投票率會係低咗嘅？啊，咁呢個係我哋即係好多嘅出邊嘅人咧，可能有啲嘅諗法。但我俾大家啲嘅數字或者數據嘅話，大家會即係大致上去了解。其實香港嘅選舉咧，但係立法會嘅選舉同區議會嘅選舉咧，嗰、那個投票率咧係有一個即係可比性嘅。通常就係一個咁嘅情況，就係話咧嗰個通常就係咁嘅情況嘅。咁啊，過去區議會嘅投票率。咁啊，最高嘅時候咧，我哋唔計舊年，去到係2003年嘅時候，大概係44% 度啦。啊，去到舊年2015年嘅時候咧，係47%。咁啊，由2003跟住咧就係2007、2011去到2015。咁啊，我哋對比翻過去嗰啲嘅立法會嘅投票率咧，其實大家可以見到每次咧。就係、是、增加嗰個立法會同區會比較嘅話咧，最低係增加大概百分之八，即係你將區會嘅投票率再加8%嘅話咧，就大致上係等於立法會投票率。但係咧，當一啲嘅時段，例如可能喺啲嗰個選舉比較熱烈嘅時候，例如2003年嘅時候咧，佢就會增加嘅嗰、那個加嘅 percent 就會更加大。咁呢個大概而家係加8%至10%。咁啊，未來去睇啦。我哋上一屆嘅立法會選舉咧，就47.4%。係啦，咁所以咧，大致上咧，你要計一條數。如果你加8%嘅話咧，即係今屆嘅選舉就係55%。加12%嘅話咧，就接近60%噶啦，即係49%度。咁呢個咧就係同過去嗰幾次區議會比較嘅時候。我哋大致就會出到呢個立法會嘅投票率。咁另外啦，咁有啲人就會問啫，但係今年屆嘅氣氛好差喎，仲差過舊年，即係咪差過2012年嘅喎？點咧？我哋又睇翻即係另外一個地方嘅選舉，台灣大家知道嘅啦。我咧就喺台灣睇選舉咧，就睇咗10幾年嘅啦。每次台灣幾乎有選舉嘅時候咧，我都要去觀察去了解。在台灣選舉的時候咧，就2014年所謂九合一選舉。2014年的時候咧，你話睇台灣選舉咧，同之前的任何選舉咧都好唔同嘅。2014年嘅台灣選舉咧，又係非常之淡靜，基本上連街邊啊冇橫額啊，冇旗幟，亦都好少人派單張。你想去啲競選部總部攞份單張嘅話咧，嗰啲款式亦都好少。呢個係2014年台灣九合一選舉。2014年嘅投票，台灣九合一選舉台北市咧，係同過去係啦，係都差唔多嘅，啊，亦都係70%度。啊，而即係咁淡靜嘅時候咧，台灣嘅嗰個投票率都冇變過。好啦，我哋再睇翻新一次嘅嗰個台灣嘅領導人選舉咧，喺2016年頭嘅時候，你要睇嘅話咧。亦都係非常之淡靜，亦都冇旗幟嘅，乜都冇嘅。啊，好多人都好失望。去完之後咧，想攞好多嘅宣傳單張過嚟啊之類嘅，亦都好鬼失望。係啦，
但係咧出嚟嘅時候，大家見到民進黨嘅投票率、得票率係非常之高啊！但係咧，國民黨嘅得票率咧，如果就算你加埋即係其他黨派嘅人士加埋咧，嗰個得票率都係非常之低。呢個就係我今屆一個擔憂。其實今屆我認為投票率唔會低嘅，但係咧，如果喺淡靜嘅之下咧，支持建制嘅嗰啲嘅投票率係低，但係相對支持一啲反對派嘅咧嘅投票率高嘅時候咧，呢個咧就嘅差別咧，就得人驚嘅就喺呢一度啦。一個大事件發生咗咧，就係、是、新界西啊出現咗一個即係。周事件啊，跟住咧，就同時咧，社民連即係人民力量同埋葉普成之間出現一啲嘅紛爭。呢種紛爭咧係有一種叫做動武嘅跡象嘅啊，因為喺呢個情況之下，大家見到反對陣營咧，佢本身嗰個嘅支持度咧啊，有啲喺位置上係膠着住，大家見到喺。過去看 很多地方選舉的時候呢，一出現選情膠着的時候呢，就實會有些事各方面一定要做一些行動去谷到自己一些的選情出來。台灣大家見到了陳水扁所謂的一槍、啊、這都是在選情膠着的時候他做到出來的一個行動、啊、在香港這一段時間出現了這兩件事呢，我相信呢亦都對於嗰個選舉有一個速度嘅，因為選舉前一啲嘅議題嘅帶動選情咧，一啲事件帶動選情咧，呢個係好重要嘅一種做法嚟。咁所以我相信喺未來呢一個星期啊，呢啲嘅事件嘅發酵醖釀，甚至一啲抹黑進一步抹黑嘅事件咧，應該會再產生嘅。咁當然呢個大家咧可以即係拭目以待，睇一睇嗰、那個。即係唔同事件對選情嘅影響啊，咁但係咧就係呢個係基本咧一啲選舉嘅動作，好多人都會即係都會做嘅。咁啊，今屆嘅選舉咧，其實我相信啦，喺呢種嘅市面淡靜網絡入邊熱烈啊，而造成咗一個高投票率嘅情況咧，係會令到呢個選舉嘅。嘅問題會即係個結果咧，會出現一啲改變嘅。咁當然咧，結果係點樣改變咧？一陣我哋有其他嘅一啲我哋嘅今日講者咧，我一齊去分享啦。啊啦，咁啊咧，大家亦都一陣可以即係互動下。我哋喺互動環節嘅時候咧，大家可以即係再探討下。咁代表我哋台上面，大家都互相問下，我哋主持人哋都去問下，好嘛？話交翻俾阿主持阿湯圓。